눈을 뜨면 떠오르는 사람 있고 잠들기 전 떠오르는 사람 있고 사실은 뭘 해도 생각나는 사람이 있지 어딜 가도 쫓아오는 그 사람을 그래요 좋아하게 됐죠 나도 이런 나 싫지는 去逛一些家具店，逛一些摆件啊，生活用品还有家电之类的。我本人就是这种，就是在看到这些跟生活有关的东西的时候，就会感觉自己很热爱生活，生活很美好。看到自己喜欢的物品的时候，就觉得生活有小期待，就感觉这些家具啊家电它们不是冷冰冰的物体，是陪伴我们一起生活，给我们带来生活幸福感的一个载体。而且临近过年就更想去看这些了，大家好像都是这样，逢年过节就有换新的想法。可能大家内心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景，就是希望明年的自己能过得更好。然后我刚刚就在京东上面逛家电嘛，我发现现在家电真的是越来越高科技了，也越来越便利了。在京东上就发现了我的梦中情机，就是这个 Komo 洗烘一体机。我每次都是手洗贴身衣物，就是内衣内裤之类的，因为跟别的衣服一起洗不太好，毕竟是贴身穿，而且怕有细菌啊什么的，每次洗完还要再泡上十分钟的除菌液才放心。咱们就是说做一个爱干净的女孩也太累了，刚刚也说了养猫了以后床品都要勤换，每次爬楼梯晾床单被罩这种大件都觉得好累好重哦。但是这个梦中情机就能帮我解决刚刚我所说的一些问题。它是双桶子母分仓全自动除菌除螨洗烘一体机，就可以用子仓来洗贴身衣物，然后母仓洗普通衣物。除菌除螨功能是采用航天净水杀菌技术，遇水就释放冷萃离子，可以深入衣服的微细纤维，48小时长效抑菌，比自己手洗还要放心。家里有宝宝的也可以用子仓洗宝宝的衣服，不混洗就比较保险，不怕交叉感染。抗震减震设计，双桶运行也能安静平稳。不过最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它可以省了我晾衣服的力气，然后晾衣空间的区域也可以释放出来。还有国际羊毛绿标认证，羊毛衫也不怕洗完之后收缩变形起球之类的。羽绒服烘干也能蓬松柔软不变形，它羽绒服送干洗店的费用也省了，而且颜值还很高，容量也很大，感觉完美符合了我的所有要求。果然买趋势新品还是逛京东家电，大家可以弹幕里扣一下魔法家电，新年要换新的，祝你们能找到自己的梦中情机呀。